CCS 吴玉台带来的郭富城的隐身术，掌声欢迎他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啊。香港有四大天王了，就是张学友有没有？没有，这张学友啊是歌神啊。那刘德华，他是歌王啊，他有这个黎明是歌神哦。哎呀。 那明星的用完了，那我用什么呢？哎呀，像我哥，我就哥卖了，对不对？<笑>不好笑，对不起啊。一代一代一代，所以这个幸好小美，谢谢你，小美这个帮我接了一部这个电影叫《山茶口》了，《山茶口》它让我拿到影帝啊，所以谢谢大家，所以小美，谢谢你，这首歌献给你了。分享所有的感受。 生命的节奏，分享寂寞之间承诺。如果有了爱，三妹，三妹啊，有没有摄像机啊？没有，自己来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再见啊，我走了，不认走了，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你有没有欢呼我啊？ 有点杀人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对人家好严格，我看你那个脚好像踩到他脸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想就踩上去啊，你帮我踩上去，你不要逼我踩，踩我踩我踩我了踩我了，这个问题是啊，我又不是这个宁采臣啊，我不喜欢踩人啊，你起来啦，是的吗？他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好的吗？是不是郭富城？对，你们看到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 我觉得他的表演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原本一出来哈，很帅气，我还以为他做一个很帅气的表演，谢谢你。结果他第一个笑声居然是他自己演得很冷，然后自己还吐槽自己，很冷吗？自己戳自己，不好笑，就现场笑了。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一点呢，他原本只有5分的，但这一点呢，真的加了1分，就6分了。刚才自己要抓你的脚踩他的时候呢，又加了1分，所以说有7分了。小美。 小美去哪里了？其实有一种表演哈，我觉得他非常适合，就是说他其实以后出来表演的时候，身上可以带了很多武器，他就是演一演，然后自己咔，有没有自虐逻辑法？有没有？你会不会常常就表演完之后回家，发现你全身上下都是伤口？应该有，有时候啊，有吧？哈，为什么呢？ 但是我觉得你是蛮适合这一走这一路的，因为你如果正常演的话，就不好笑了。给指教讲了，他要睡觉了。 他已经死掉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警告你哦，这么烂的表演者，没有梗，我已经评那么久了，你不讲两句话？我讲啊，是的吗？很好，好不好？就因为你这种自虐，所以说你基本分已经有8分了。小美，小美，再给我拿1分啦，小美。你是有病啊？<笑> OK， relax。 OK， 好。我分享所有的感受，分享生命的节奏。定定，郭富城，嘿，小武器。好了好了好了。 人家郭富城是很清纯，你们好，我是郭富城。我最爱都麻辣火锅啦，你知道的，台湾麻辣火锅最好吃的啦。那你赶快去大便啦，应该会拉肚子啊，吵死了。不过我觉得他的反应好棒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精彩。我们要强烈的建议制作单位，因为10个只留1个，我觉得不 OK， 我心中都想留2个、留3个。哎，对呀，因为我觉得今天他们全部都豁出去了，真的像这个人留下来多棒啊！多留一个疯子，大家开心。对啊，我向云。 啊，你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不过啊，你的舞蹈不错啦。真的吗？只是你唱歌的时候下拍下慢了一拍啦。给我抓到了哈，本来要给你8分的，要倒扣你1分。好，向云是故意的啦。时间不多了哈，拜拜。哎哎哎哎哎！好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笑呢？请打分。好，娇娇给了你8分，九口给了你9分，我向云给了你7分，总分24分。马上来邀请了 C7 的王延胜。